10年前日本互联网流行一种真实的被诅咒的录像带，就是在录像带里面可能会拍摄到幽灵，于是就有了这款改编而来的游戏。这是一个根据日本的真实的诅咒录像带改编的一个恐怖游戏，它这个翻译应该叫做你明白了吗？我咖喱伊达达给他达诺欧嘎，它是根据那种恐怖录像带改编的，但是这个游戏不是很吓人啊，有点搞笑，甚至说。好，现在咱们游戏先开始啊，来到旧校舍这边，投稿者花旗千惠。这是一个高中生和朋友去旧校舍的夜晚所拍摄的影像。据说即将拆除的旧校舍里有鬼魂出没的传闻，为了调查这件事，我和好朋友一起进去了。发帖者的朋友，哎，如果大家对那个原版感兴趣啊，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日本真实的诅咒录像带，可以搜这种关键词看一下有没有啊。我不知道这个国内的网站上面有没有，但这个游戏它是游戏化嘛，它肯定没那么吓人。哇，好黑啊，夜晚的旧校舍感觉就是这样。呵呵，害怕了吗？说不定会被旧校舍的幽灵诅咒哦。才不会呢，幽灵什么的根本不存在，我可不信那种东西。你也要好好的拍摄摄像机哦，用那个视频来证明旧校舍里没有幽灵。不对哦，我是为了抓拍幽灵才来的，是吧？一定要拍摄心灵视频，然后上传到真实发生的诅咒视频。嗯，好好合作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希望能拍到。嗯，我们快点进去吧，在那之前我们来拍张照留个念吧。两人站在一起，这种事情无所谓了，而且在有心灵活动场所拍照纪念有什么意义呢？算了算了，反正已经来了，我们就来拍拍看吧。嗯，拍完了，快你也笑一个。没办法，拍一张。拍，哎，谢，这什么鬼？点一下。重播。你明白了吗？刚才的画面中出现了奇怪的东西。合影的瞬间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。我的。这东西长得好。也不是很吓人呢。是灵体的脸。好，拍得不错啊，你们在这儿乱拍都能拍到是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感觉有点奇怪。背脊发凉了。哎，他们自己是看不见吧，只能通过这个录像带看到。后面有幽灵有鬼。好吧，那没办法了，我们现在进去进这个学校里面读一下书啊。现在走在旧校舍的走廊上，现在是7:30，晚上7:30，这里非常暗。不会吧，这个时间好像还好吧。你在直播吗？当然，我在增加现场感。如果一直保持沉默，观看灵异视频的人觉得无聊。我觉得比拍完灵异视频后担心要好，毕竟首先要担心的是能不能拍到鬼。我不懂，哎，也许能拍到鬼吧。你知道的吧，那种投稿者都没注意到，但视频背后出现了鬼魂的心灵视频。我可不看那种东西，而且如果你在意效果，观众可能更想看旧校舍而不是你的特写吧。对呀，我要看的是你们后面闹不闹鬼啊，你把你的脸杵在这儿干嘛。哎，那后面有东西。放大，好笑一个。不对呀，这次是要拍我的特写吗？其实我觉得拍我的脸也不会增加收视率。才不是呢，香奈可爱呀，肯定能提高收视率。哎呀哎呀，不可爱了，而且投稿视频怎么可能有收视率啊？说不定会在电视台播出，比如暑假的心灵特别节目之类的。绝对不可能，就算播出了，我的脸也要打马赛克，可爱什么的，真是。千惠总是说这么随便的话。诶，难道香奈很高兴吗？并不是很高兴。可是你刚才一直在咧嘴笑。谁笑了？我可没笑啊。别说傻话了，赶紧去下一个地方吧。我们去2楼吧，听说2楼经常发生诡异现象。有人说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或者感觉从哪里被盯着，看到了鬼的人也不少。行啊。哎，我觉得我刚才是不是应该点那个眼睛啊，它出现的时候。眼睛快出现。这边。好，重播。怎么说？你明白了吗？刚才画面中出现了奇怪的东西，在这个地方。
投稿者刚从屏幕消失后，走廊深处的墙上出现了一双眼睛，仿佛在凝视两人，或许可以说是在教室里沉睡的灵魂醒来，正在观察入侵者的情况。放大，好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啥呀笑？不对呀，这次是拍我的特写吗？趁现在多拍一点吧，你们两个人既然来了，不一定能走掉啊。要打马赛克。刚才你在咧嘴笑，他明明没有咧嘴笑，这个投稿者却说他要咧嘴笑，然后现在决定去二楼了。看来这边肯定是有人产生了幻觉啊！哇，太糟糕了，完全坍塌了。毕竟听说它已经相当老旧，这样下去说不定会在拆除工程开始前就自己坍塌。但是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这样的话就上不了二楼了，对面应该有另一条楼梯吧，只能从那边上去了。前提是对面的楼梯没事儿的话。不过塌陷的真厉害，总之先拍下来再说。等一下这边要拍的时候我们来存个档，拍的话可能会出现恐怖事件哈。哎，这边 Oh shit， 这什么鬼？刚才画面中出现了一个鬼头，这个鬼长得其实还好吧，感觉就把眼睛劈掉了，脸上无法读出任何情感，试图在传达一些东西。哇哦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超绝肌肉鬼头。不是，我觉得那个楼梯里有什么东西啊。确实有什么东西，只不过你们都没注意。想吓我可不容易，那种透明的恶作剧吓不了我。但是真的有东西，又来了。这是从幼儿园开始的交情吧，我知道千惠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。虽然不是谎言，不管怎样现在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虽然心有不甘去，哎，等等啊，这个手我需要点它吗？我觉得我手也需要点一下啊，这个手也要点一下。对，重播一下。又出现奇怪的东西。右侧伸向发布者朋友的神秘手臂，手腕在中间被切断了，不是发布者的手。那只手的形状仿佛要把它拖入阴间一般。超绝肌肉手臂。我知道这个超绝肌肉手臂。现在来到二楼了，二楼教室，这是幽灵目击者证言很多的地方，很期待。要等幽灵出现吗？拍摄幽灵是一场持久战。红多尼，所以我准备了三角，可以固定相机。行，我们来准备一下。准备首先要伸展一个零件，是要拆下那个环扣吗？固定装置，看一下，就是那个。哪会有鬼？大家可以猜一下下个位置是哪儿出现鬼。原来如此，这种事情还是交给香奈比较好。这是你的三脚架，拿来之前查一下用法再拿过来吧。不过相机有问题，不小心撞到什么奇怪地方了。哎，哎呀，这什么鬼？直接出现了。刚才画面中出现了奇怪的东西，出现一张脸啊，天哪，红色的脸。好了，还行吧，超绝肌肉鬼的头，还行啊。这个相机是不是快坏了？像三梦奇缘，怎么 都说像三梦奇缘呢？我笑死啊。奇怪，明明是新的，那就是出期不良了吧，大概。就算这样持续战斗下去也拍不出好照片来，今天就不回去了吧。虽然有点遗憾。所以我们回到了旧校舍的校门口，今天相机状态似乎不太好，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。我们没有拍到类似于心灵现象的东西，果然幽灵只是谣言。你还没拍到啊，傻子吧，你是都拍到了好几个了，还有希望。也许我没看到，但相机里可能会有幽灵的影像，
这种便利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在看了之前是不知道的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么如果拍到了幽灵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我会请你吃个甜甜圈庆祝一下。你看，就是新开在车站前面的那家店。太好了，那可是约定哦，我可是录下了你说的话哟，有证据在手，你可逃不掉哦，绝对要请客。行，那除非你真的拍到了。刚才的画面中出现了，这又是谁啊？这是完颜慧德老师吗？三梦奇缘家族的那个漆黑如深渊的眼睛中散发出强烈的仇恨。他被鬼附身了吗？他是被鬼附身了吗？这段影像拍摄后，香奈失踪了。千惠为了寻找他的下落，向真实咒怨录像采访组发送了这段影像。然后我们开始独自调查他的行踪。我们怎么调查呀？这是某处专门调查这个的吗？灵能者 Black。我们真实存在的诅咒录像采访组向一直协助验证投稿影像的灵能者 Black 先生请教了关于香奈小姐行踪的灵视。能看见，确实能看见，他好像被旧校舍里的强大灵体所吸引住了，但是灵体栖息的地方并不是旧校舍，旧校舍只是狩猎场所。那这个灵魂的巢穴在哪儿呢？在旧校舍附近是后山隧道，在隧道里面，恐怕他被灵魂操纵，在旧校舍后山的隧道里昏倒了。他没被完全占据灵魂，现在应该能救他。这人像张起灵啊，花旗千惠，这个就是之前拍摄的那个吧。我知道旧校舍后面的山有一个古老的隧道哦，鬼就住在那边呀。因为香奈失踪是我的错，是我带他去拍视频，所以给我时间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后山了，去这个后山隧道。这个隧道要进去吗？这里灵力很强，他的气息一直泄露到这里。因为灵力太强， Black 也跟着采访组一起前往。大家不要离开我，如果靠近我就保护你们，但是如果离开的话，最坏的情况是死亡。可能会死吗？然后就和 Blank 一起踏入了隧道深处。在隧道深处我们看到的是排列着骷髅的诡异空间，这是古老邪教的仪式场所。因为这里的缘故，彼岸和此岸的界限变得模糊了。在充斥着异样的空间中，采访组不禁屏住了呼吸。呜呜呜呜，香奈啊，呆着不？在这个神秘的空间里，我们找到了香奈，但是他已经被鬼魂附身了，那是陷阱啊！如果靠近的话也会被附身。但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来驱除恶灵，你们两个退后。就在那时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投稿者视频中也出现过的恶灵。这边我感觉要存个档啊。不要逃，这个东西能点吗？哦，这可以点是吧？点了它就没了。这个驱魔，哎，这什么鬼？这点都点不赢啊，这个。哦，这个要打败他的方式很简单嘛，就是狂点他的这个鼻孔。我看一下怎么弄他啊。这玩意儿怎么点呢？这样吗？诅咒他。哎，诅咒。还闪。点到他，就是你必须把他在闪现的时候也要点到，好像狂点他。哎，怎么说，感觉到邪灵的气息消失了。这个本来就是个老游戏了啊，结束了，没事了。那个东西回到了阴间，
香奈呢？这个游戏，这是哪里？香奈被救活了，竟然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一直在担心，如果香奈出了事该怎么办？香奈虽然有些虚弱，但并无生命危险。然而在失踪期间的记忆无论如何都无法回想起来。后来采访组再次访问了隧道，但是那个仪式场所已经消失无踪了。那里因为此事和彼事混合不稳定，也许那个仪式场所本来就是彼岸的地方，可能因为我驱散了邪灵，边界线得以恢复，那边应该是不会再发生奇怪的现象了，我来保证。好像恢复正常了，感觉啊。这游戏我说不吓人吗？看一下再有没有别的啊。没了，结束的很突然。哎，不是结束了还给我搞一个？这游戏结束，受不了。